第九题，夏日午后，在同一地点的海边，赤脚踩入，其沙滩温度总比海水高。以科学原理解释，应为下列何者？这几乎是每个老师上课都会举的例子。在白天的时候，我们的沙滩的温度比海水高，是因为沙子的比热比较小，所以温度上升会比较快。那么到晚上就会反过来，因为吸热快的散热呢也会快。所以呢，第九题问我们说，其沙滩温度总比海水高，以科学理由解释，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沙子的比热比水小。